干嘛呢你？别动啊！难死你！来了，不行，绝对不可以！不行！你想想你那俩室友都是什么？一个完全没有底线的狗仔队，还有一个呢？ 那油渣掉在地上，想给搞个葬礼，他是林黛玉吗？不行不行啊！哇，你还想想你那个居住环境，我感觉我多吸两口就能卷过去了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，真的不行。嗯，不可以。四人间的宿舍就住了两个人，那另外两个床铺是空着的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另外一个也被他们俩给吓跑了呀。哦。 说说你们专业这么强，为什么招进来的都是奇葩？哇，奇葩专业！你是天才，你是天才啊，跟他们不一样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搬去和你一起住。我的妈呀，你真敢想！ 你今天刚出名，明天又搬去女生宿舍住，你是唐僧想进的盘丝洞吧？你不行不行，这个不行。